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关老爷，真爽。今天呢？你去把这任务解完哦，然后你去开始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关卡应该可以，我们真的打到完吗？连巡三次，当然是希望可以巡到妹子啊。柳英，我跟你讲，总有一天他就会被我们求婚了，你知道吗？虎仔就是我们家，翰林是什么忘了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每天这个就是70元宝，但是如果你用排行榜的话，因为排行榜它比较一个，它比较复杂一点啊。所以这边是予以正机，但是还是讲一下，因为正机可以用来升阶吧。对，那如果你是本虎的话呢，十块而已啊，20、20、30、40，哎，总共40元宝哎，然后那个70元宝，所以你们要自己去抉择。那你两个都想要的话，就是7+4，110哦。因为周星每天有送你元宝，不要再抱怨了哦。每天送你110好了，那我们100计算，每天100元宝，30天是不是予以30？3000，3000，30天是不是3000？那如果我们没有储值，如果我们再透过官方活动的话，官方有时候会送。维修啊，活动之类的，那这样加一加，每天每个月只应该不止领3000，可能可以领到4000-5000。今天打三关，好了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，拜拜。